压锅子，啊，到时候就能用那个耐热袋让我们带回去。所以先写叫发这个纸，然后店员刚写完名字，然后电锅子，对，叫他们去洗手，叫他们去洗手，然后就开始搓，然后就加水，所以会有一个或两个人去加水，加那个以前，然后就加自来水。那个桶水，你们看有没有人要带回去？就是那反正也是可以喝的水，那，啊，你们要带，那你们就带回去，可以随便你们，反正你们要带就带回去。然后那个